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我是韩冰世界青年所有的成员泰国代表今天是看时间当然是周六周六你们干嘛轻轻松松过日子到各地玩我也是今天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就是在暹罗广场暹罗广场有很多商店比如说 Siam Center Siam Discovery Siam Paragon反正你听不懂无所谓我现在是在 Siam Discovery 这边就 LOFT LOFT 就是主要是什么它就买泰国特色但是很酷很酷的产品是什么样我们可以一起过来看然后这边你可以看现在泰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 Chop Choy Chat 意思是如果买也可以把税免掉来这几啊ANNART 如果你是游客来到泰国最喜欢就是按摩各种各样 Oh my god 好爽是不是可是重点在哪重点就是哪种按摩对你身体好今天我过来这里ANNART 除了为了过来按摩或者是其他以外还会教你们比如说各位要买的话可以看后面如果有泰国食品认证那样才能买才能安全这你可以看到后面都有比如说地址啊产品在哪里出产啊我先到里面过来看看一下吧 OK 这一带都是泰国特产比如说这就是香水 Aroma 然后这也是 ANNART 刚才咱们看但是怎么用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小视频看其实各位朋友过来呢你可以在中国网站比如说พี่ครับขอถามหน่อยครับอันนี้ใช้อะไรบ้างครับชื่อรุ่นไพลินนะฮะผมไพลินใช่ครับสเปรย์ตัวนี้สำหรับผ่อนคลายสมองฮะทำให้สูดดมแล้วก็สมองปลอดโปร่งครับผมตัวนี้ฮะอ๋อทาซัวเจ้าจงเจ้าก็ฝนหงเจ้าเจ้าไพลินทาซัวรู้กว่านิยาลีตาซื้อผู้เจ้าเจ้าก็จงก็ย่าง你可以考虑什么？你可以考虑就是用它按摩，可以把你的脑子变轻松。แล้วอันนี้ล่ะครับจะเป็นตัวนี้จะเป็นสำหรับว่าปวดเมื่อยครับผมเป็นสปาฉีดตรงที่ปวดเมื่อยแล้วก็นวดเบาๆอย่างเงี้ยฮะจะเกิดทาตัวรู้กว่าปิรุสัวเนี่ย并不是皮肤痒的，比如说你肉疼各种各样，可以按摩更轻松。他说这用泰国的莲花做的然后用法如果你头疼各种各样可以这样的慢慢的按摩然后香有然后闻他说主要就是先闻一下但是主要就是谁创作的呢但是挺好用的各位如果各位来泰国也可以买这些东西的正好有一个老板在这里这位美女她原来是医生然后因为她学医科吧她发现现在很多人天天工作有 office syndrome 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但是反正对身体不好所以她就通过科学尤其是泰国传统药把它发展起来然后变成这样可以虽然并不是药但是也可以用等于一种帮助你的一种药吧然后他说特色虽然有一些进口的材料可是主要是用泰国特产比如说这用莲花啊你可以懂不太这就是青草和柠檬好所以现在咱们一起去看然后一起去按摩我们现在可以试一试按摩各位可以试一试评论一下他说这个就是如果你睡不着觉你用这个碰在手上然后摸摸然后这样的擦可以好好的睡觉我再试一试他说这个可以要按摩头的他说比如说你困要睡觉但是还要读书的话用这个吻就是有精神了他说这个主要啊就是可以用按这边的在哪里买
其实是在网上，比如说天猫、苏宁，还有那个陈泰。但是如果你们来泰国，你们可以到泰国，比如说 Terminal 21，暹罗广场的 Siam Discovery， 然后还有这些免税店。免税店比如说泰国王权店，还有另一个就是抽 DC。 我知道你们很嫉妒我。免费，今天周末12月份每周周末免费按摩给游客。老板娘问我最喜欢哪一种，其实我喜欢就是这有可能我就是一个中国人。Oh yeah, oh. Ah, 爽。我已经用他的免费按摩到他讨厌我了。今天先直播到这，สวัสดีครับ สวัสดีครับ。啊，还有还有还有，这个挺安全的呢，因为这有。泰国政府商务部认证，我已经问他了，他说不要怕，用不会死。OK， 那今天先到这，么，สวัสดี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